近日，内地首席音乐组合羽泉在京为本月24日向上人生路圣诞演唱会进行最后宣传，并现场为13年不离不弃的歌迷签票互动，场面之火爆，足见风头不减当年。不过身为羽凡妻子的白百合也不甘示弱，今年事业再创高峰的她更是凭借《失恋33天》中的完美表现而片约不断，光芒几乎盖过其老公。而一向对老婆力挺到底的羽凡，不但依然对其百般支持，就连再度造人的心愿都随老婆忙拍戏而往后延期，绝对堪称当下好老公的标准典范。具体想法一定是过几年了，对，我想应该百合现在事业刚刚有新的起步，然后也希望在身边和儿子还有家人一起帮他走得更高吧，然后等他进入一个相对再稳定一点的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再考虑。